你俩这是偶遇，这我承认。我知道，我俩成了。你能别坑我们家人祸呀？啥叫祸祸呀？我俩那是情投意合。行，我今天找你来呢，是要跟你说一下我要结婚了。真的啊？哎呀，哎，那我就不内疚了。你这媳妇儿，二哥来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二哥，二嫂。二哥，二嫂，妈，哎呦我的妈！啥情况啊？这是？抱抱，啥玩意儿抱了？快，冰霜聚拢，终于进阶到手啊！就说主要讲这个三职业求首符，我氪金照样当榜一，家人是召唤冰霜麒麟，法师召唤浴血凤凰，道士召唤北冥毒蝎，啊，这个符一定要玩道上，因为北冥毒蝎可触发剧毒沼泽，范围广，伤害高，禁毒那就是无情的收割机。打怪还能爆真宗，上场里的装备，你直接搬空，还最有意思的是，召唤兽可以吞噬禁忌，要是禁忌它上古天玄，那你就是全服大佬。现在点左下方还有专属特权，这么刺激的符，快来玩吧！行，那等一会儿我也玩玩。你俩这是？你还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你是我对象，这是我对象的闺女，我前任